来，老板，给我看看这几块银元能值多少钱？看几块银元，对，广东龙 A50，四川龙，湖北龙，江南龙，你这是可以挑了吧，老哥？对呀，专门特意挑的四海龙王。哦，确实有这番说法。这是专门找大师算的呀。我最近时运不是太好，专门找大师，有名的大师给我算的。他说啊，最近我的生意不好，是因为啥嘞？因为我身边啊现在有小人，专门给我摆了一个四龙阵，给我防小人。这是四海龙王，对，四个方位代表东南西北，对，代表东南西北。然后我又在咱这个是啥？咱这个河南是中原，中原，哦，这个正好暗合五行八卦，金木水火土，对，样样都有。那你这来是干啥？我想看看值多少钱，就是这个大师非常有名气，阵也给我摆好了，啥都给我弄好了，但是我感觉啊，有点贵，收费有点贵。多少钱？他说这十块银元啊，给我一个结缘价，88888。你这个大师啊，我不太了解，但是啊，这咋说啊？这个每个银元的价值啊，我也能看看。但是啊，你看现在网上不是有说吗？夸技才是人才，他能把这个看风水融合到银元上面，这也是人才啊。跟你说非常出名，哦，经朋友介绍嘞。是这样，你今天来看他的价值是吧？但是价值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个附加价值是多少，我只能给你看银元的现在的市场价，实际价值。你给我看看。我给你看一下吧。你这个是广东龙，广东龙的话，虽然说是升龙吧，但是在升龙里面还是相对贵一点的。龙鳞还不错，A50，这个不错。来看这个吧，四川龙，川龙的话，在升龙里面也是很贵，升龙里面好像就江南给湖北便宜的。你这味道都不错。这个是湖北的A50，湖北龙在升龙里面是最便宜的。状态都不错。这一个是江南的，江南嘉诚的A50，不过你这个带个小板，是三点板，这一个点，这一个点，然后这边一个点，俗称三点板。这种数量会少见一点，但是属于一个小板。你这四块银元的话，我能给你估到2万多一点。2万多，对，他跟我说我可是8万多呀。那不是结缘价吗？那是嘞，是这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确实手头也是比较紧。他当时跟我说了，他是不中呢，我给他退了。我想啥吧？你看大师，他还给我摆好阵型了，是不是？对啥对东对，西都给我操作好了？我能不能找四个其他的替代一点，便宜点的？这我倒说不准，就跟刚才你说的呀，这值2万多，我从你这弄个2万多的，弄四个，往家里一摆，也不是四龙阵吗？四海龙王，这个说不准，我只能告诉你啥吧。银元真元的话，传承100多年了，经常在人们手中流通八卦，实用，有一定的人气的说法。但是具体你说的，你换成四个，就是给我这拿来，效果怎么样？我不能给你保证，我只能给你保证的话，市场价。难道说这四块银元就是大师自己的银元吗？大师铸的吗？不，首先啊，这是官方发行的，然后外面套这个盒子的，是公博评级的，公博是2011年才成立的，没多久。那看来你都管替换，这个我说不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盒子懂新旧了。程度啊，估计是晋级评级的。我是做生意的，我理解这一点。这个资源啊，必须得合理的利用。对不对？对对你说对，你花88,000搁大师那儿88,000，我到其他地儿，你都跟你说了，2万多我都给弄过来，对，差不多，何乐而不为嘞？现在是没啥问题，是吧？没问题，都是真的，能不能，我要是在你这儿找，能不能找到同样嘞？可以啊，这都属于通货品相，可以，能找过来。价位就我跟你说那个价位，好，能的，我回去我给大师先退了，好，行。是吧？行，反正确实太高了，相对于市场来说已经翻30倍了。走，我得去了。好，好，行，谢谢你。没事。